将通过是咱台湾戏剧学院的歌仔戏学系，拄开始十点外，甲咱开场的，就是咱的歌仔戏学系所表演的36关将吼，将军是因的第二段的表演。今天为咱表演的主题是《荣耀云霄》。福寿双全，啊，这是结合龙年的意象，以戏曲的形式来展现彩云飘渺，来比喻我们春风秋雨万物生，还有让人间繁华美景啊。传统戏曲啊，学系，它成立于1994年。好，咱戏上拥有咱很多的人间国宝艺师，包含咱熊大师、廖雄之老师，阿哥小兵老师、王希老师哦，还有很多很多咱歌仔戏界的名师，都在我们歌仔戏学系里面在进行传艺教学哦。带来的表演。